2016里约奥运吉祥物先前已经公开亮相，而官方也准备三组具有巴西特色的名字，开放给民众为吉祥物票选命名。2016里约奥运的吉祥物来到巴西足球圣殿马拉卡纳体育场玩起足球，这两只象征巴西丰富植物和动物生态的大玩偶现在快要有名字了。官方在网络上为他们准备了三组代表巴西特色的命名，要开放给民众上网票选。这群巴西学童就是跟着吉祥物一起来到马拉卡纳，直接把现场变成投票所，投下神圣的一票。三组名单中最好上口的叫做伊巴和欧巴，代表欢乐的意思。另一组叫做 Vinicius 和 Tom， 是巴西本土音乐 Bossa Nova 的两位创始人，也是巴西国内众所皆知的音乐家。最后一个候选名单则是叫 T82K 和 Esquindi， 以当地的方言来说，就是森巴和摇摆的意思。三组名字全都紧扣着巴西的民族和文化。即日起，里约奥运官网和官方推特都开放线上投票，只要您心中有喜爱的答案，都可以一同来参与奥运吉祥物的命名。 UDN TV 吴敏欣编译。